哎，你站这么高也才170耶。你这样讲温生好吗？没事。所以雪光这个雪光是有你是不是搬进来之后就有？对啊，搬进来没多久就出车祸，莫名其妙骑摩托车被一个阿姨撞。阿姨是骑车啊？她骑也是骑摩托车，然后我有打方向灯，也是骑摩托车。嗯，对，然后她还是就搞到进一路呀，那她是怎样？她没有刹车啊？都没有。啊，然后对，然后我就擦伤，我想说没什么，就没有也没有跟他要什么药。他自己呢？他还好。他也没，他反而没什么事。嗯。啊，我就脚破皮这样。啊，对。两个危险。对，然后都骑摩托车。阿姨来。而且在大白天。那你改天开车好了。对。哦。是啊，对，冷血光很恐怖哎，你开车有时候事情更大条，对，所以要赶快，可大可小，对，把这些煞都赶快，因为外面这种煞都感觉是血光比较多，这是不可以有十次遇到一次就完蛋嘞。有简单的方法，就是一个圆镜，凸面镜加红点，到庙里面煮个过火三圈，粘在上面。可是它的上面没有浆可以粘，所以这个计划是叉叉。第二个，碍于环境的关系，我们可以用九宫八卦牌铜的，凹的那面向外，也是到庙里面过火三圈，粘在这个窗台的中间这样。粘的、挂的、贴的，随便你自由发挥。老师，那好像威力不够，我不喜欢大的，就可以我说伤害症卡大的。很多人把它贴在这个窗前，错误，贴在这个。台子下面就可以了，因为这样子美观大方又不会阻碍我们视线。这种是复合型的煞气，对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要给大家这个新的非常厉害的一个防小人的秘法。哦，你们两位屁股借过一下。啊？为什么？我要拿东西一下。我们帮你拿。不好意思。哎呦呀！哇塞！然后我觉得刺刺的。我想这个东西在哪？没有这个，基本上仙人掌就是防小人，防小人。那居家有时候办公室左前方右前方有小人，你放着，别人能化解。这是初阶的，对。我们今天走的是更高阶的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办公室桌上真的都放仙人掌，对，对。可是因为大家都有在看我们节目，对，他一放仙人掌之后，大家就觉得说你在防小人哦，就这样。然后后来就因为有一个你是你讲嘛，所以大家也可以有点防辐射，对，所以大家有点借口，就是说这是在防辐射对，那个荧幕嘛，电脑荧幕的辐射。对，我们做防小人不是害小人，我只是跟他做一个，好像我拿个美国队长的盾牌一样，这意思没有要打他，所以大家不要误解。是，其实有加码的，就是写一个小人闭嘴。哦，小人闭嘴，小人闭嘴，所以你可以把三维柱名字写上。那也不用写背面就好了。真吗？这背面太明显了啦。对呀，这样会被发现。那把它放在这个我们所说的仙人掌的这个地方。这样好明显呢，小人闭嘴。通常是放在家里边卧室或客厅向外面，这不要放在办公桌了。哦，加上这个类似我们说的代表正面福利的钱，放上去压住。哦，那么就把小人压住，让他闭嘴，然后喘不过气来，不至于对你发飙啦，或讲坏话。那记得放在东北方或西北方都可以。嗯，那或是放在你的书桌上面也可以。嗯，或是放在窗外，对着窗外也可以。嗯，这是非常好的。就是出外不要遇到小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啦。对。好，那这个就直接送给蔡小姐了。送给蔡小姐吗？应该的，绝对的，要这个吃的。哇，这样接下来就顺顺利利的，谢谢。工作上有贵人帮忙，就差很多。当然，不然长得这么漂亮，而且能力也很好，而小人这么多。那重点是你放了之后，提醒自己讲话不要带刺。对，这样子会很好。是，就带针就好了。我要带铁锤嘞。开玩笑的。那看一下厨房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哎，请留步。请留步。我今天都不太敢看地板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有反光。哎呀，老爷，你好色哦！还好人家不敢看，你一直在看。对呀，人家还好不穿安全裤。哦，这是反光煞。就会怎样？通常我们的地面不能太亮，阴阳颠倒，男女颠倒，世事颠倒，所以太光滑的地面要加上地毯。好不好？但这个我还蛮喜欢的。还是说，还是说，它魔物的，还是天物的？通常这种地板也有物的。
嗯，有的，那我直接放地毯就可以了，对啊，好不好？因为他年轻，其实像有长辈的家里也不适合用这个，你一点点水就很滑，对 对, 对，不安全，很容易，也是一种烂桃花了。铺个地毯，好不好？就是，好不好？冬天也要到了，铺地毯也比较温馨，而且这样子不会有烂桃花，对吧？好，那了解了，都放啦，厨房，厨房小小的，干干净净的哈，其实老大门呢，对呀、啊，其实很多人不愿意做厨房门，有一大堆有类似隐形的门，也蛮不错的。像厨房有了门，它难主人，所以这个重点就是，我们厨房走出来的时候，那你过来看不着，我们可以多聊一点。这走出来的时候就没有遇到厕所，嗯，这样就不要会破财。嗯那厨房很重要，就是女人，那你不可能下一集没有我。来，先来。好好像因为你们讲不下去，不是很想很想要唱独角戏，你也想当主持人呢、啊？给你一点点空间嘛，你不是叫我美国晚点回来吗？你不是说叫我去布袋就不要再回来吗？我讲完准备好了，是我配了另外一个。那你们要讲到哪里？你讲到就是这个厨房前面。没有看到厕所或壁刀是加分的。对，那这个门有了这个门，才有男女有别，所以这个门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是，那进来就看看照，照出出了大问题，哇，照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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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两个水水相生加分。哦，是的。水水相生加分哈。哎，我记得你哈，跟他比从新加坡上来住呢。对呀，太干净哦。干净。哎，可是他有很多的姜跟蒜头，如果有这样，这个是要驱魔的吗？哈利波特姜。哈利波特都大声驱魔，姜是长胸毛的。哎，你们再记得吗？我是秘密老师哎，来见我一下。哎，这姜可以去风寒呢。对呀，感冒也可以弄姜汤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对呀。平常有在煮吗？嗯，有。就下班回去问。你有在煮？还是妈妈来煮的姜？哎，妈妈来煮的吧。妈妈说厨房要干净，因为厨房有噪声。哦。妈妈讲的很对，是。是有灶就有灶神，所以我们是一定要把它弄得干净。这吸油器不错，但灶前有个反光镜，这个是镜面玻璃，类似什么你知道吧？类似我们之前去过的，一灶有两炉，一灶一炉是正常的，对啊，那一灶放两个炉，两个女婆媳失和，母女缘分淡，或是两代关系女性的争执比较多，所以不要用这个镜面玻璃不灶，这个不要用比较好，没有，好不好？贴起来。贴这不能乱贴哦，贴雾面贴纸的话哈、哦，可以会烧起来，修起来。所以这个通常会用一些比较防瓷砖之类的或防火的板子做区隔，比较好。听说他吃的东西都很养生，我看他皮肤就知道。对，你平常都吃什么？你吃素吗？就比较少吃肉这样。哦，对。那你比较喜欢吃的养生？菜可能就都就少油少盐，但是我会吃辣。你会吃辣很辣，辣椒其实那个是对身体有帮助的，维他命 C 很是，然后就不吃，完全几乎不吃甜食，不吃甜食很好哎，我超爱吃甜食的，甜真的饮料也都不喝甜的，我真的应该有两年没喝了吧，两三年，哇，我前天才喝哎，您真的很爱喝，就是有时候你会突然间说哇。来一杯犒赏自己一下哦，但是你这样才对，这样子身体才能够健康。两个灶你知道吧？东西最重要是口舌是非要小心。有吗？有，就搬进来就被常被邻居投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就邻居投诉你？对，邻居投诉接二连三，开心入住却是是非不断。狠下气斩断桃花，斩遭好友横刀夺爱。这个房间比他的主卧室超过三分之一这样子。如果加了一个门，就等于是另外一个房间，大房学房两个意思。自己可能沦为小三。所以你是不是有曾经好像喜欢的男生，然后有认识新朋友，然后就介绍，就后来他们两个是自己约出去。